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龙林。So， 上一次呢，我已经 test 这个了，然后我又再来要跟你们 test， 跟我自己 test， 一个呢是鼻子的，一个呢是嘴巴的，嘴这把。OK， so， 我们就猜呗。如果是两条线呢，就是有 COVID 了啦。Okay， 如果是一条线呢，是 negative， 然后T 的那个呢，就是你还要 test 过啦。Okay， so 一滴量下去，你就要等15分钟。Okay。因为这几天也一直在要拍嘛。还有没有了？一个。鼻子，
在盯着，好的，记着啦。哎，这手很痛。如果上一次好像我腌是我腌的嘞是 OK 嘞，没有问题嘞，过了15分钟嘞也没有问题嘞，就是 OK 啦。哎，哎 ，COVID 有没有中过？哎，稍等啦。哎，它上面，它西上面呢已经有一个一条线了，所以我是希望是没有啦 ，OK。一条线，然后我们等风景，再把时间等。现在32嘛，32就是要等到45分到底。哎，你就等45分。觉得是没有问题啦。没问题。没问题，真的没问题。哎，你们看看，没问题，真的没问题。OK， 所以你们要帮我订阅、安装和抢啦，可以看旁边的小订单，然后第一次会通知你们哦。我竟然是 negative， OK， 不是 positive， negative， OK， negative， OK， 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旁边的小叮当，然后第一次会通知你们哦，拜拜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我要 scan 这个 QR code， 然后我要看我的是不是 positive， 是不是 negative。So, 订阅按照，记得订阅按照分享，然后开旁边的小叮当，然后第一次会通知你们哦，拜拜。